就由佢起再受咗第一次鎮壓。四名行動嘅代表唔滿意警方嘅安排，佢哋一度想衝過警方嘅人牆過對面馬路。示威者同警員一輪推撞之後，其中有一部分衝出警方嘅防線，行過鐵馬。最后示威者在大约七点拉队到湾仔警署抗议警方今次的行动。有线电视记者黄雪梅报道。四五行动初期都有成千几人的，个组织是很大的。咁喺天星码头嗰时候，我哋都冇话咩入会表格冇咁嘅，咁啊就人参与系好大嘅。咁但系当嗰個運動低潮已經瓦解了一半啦，再加上929嗰個政治起訴啦，咁就跟住好多有心人士都離開咗。我哋叫四民動都堅持到今天都係一個二數啦，即係20年啦都叫做。那天上午，政府已決定同學生對話團對話。但是当这一消息传到各大学时，绝食学生已经向天安门广场进发了。绝食宣言出自共产党多年的语言熏陶，激昂悲壮，极富感情色彩。文中甚至模仿了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15号以后呢，几乎是天天都去了。我们学校是比较多的同学参加爵士。赵子阳同李鹏今日清晨去到天安门探望留喺旅游车上面继续绝食嘅学生，并且劝佢哋尽早停止绝食。赵子阳首先对学生道歉，今次先至出嚟。好多咩？那你都台湾啦、啊？早上来了。对不起，村长。对不起，村长。这有那个把那个。啊，你们。几点？
不管怎么样啊，说我们，批评我们啊，没有没有，都是应该的啊。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啊，不是的。我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啊，到了现在啊，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你们都已经绝食了，现在就是第六天到第七天啊，九天到七天了，第六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绝食时间长了啊，这个身体会造成将来难以补上的啊损伤。五月。應該是5月21、22號，我見到啲人行軍車，我好感動，甚至係比話六四嗰晚殺人更加感動，因為我見到啲老公公、老婆婆，全部人都唔驚，擋住啲軍隊同佢講嘢，我好感動，嗰陣時好感動。在雙方談判緊嘅時候，有啲市民就買雪條同埋汽水俾軍人，而女學生就攞軍人嘅水壺裝水，用行動嚟到表示佢哋唔係同軍人對抗，只係唔想佢哋入城。多數軍人沒有攜帶武器，而攜帶武器的則激起更大的民憤。群眾腳下這些武器公開展覽，以此證明政府動武的意圖。然后他们将这些武器上交到北京公安局。天亮后，群众拦下了几辆向城里运武器和士兵的大客车，并把士兵赶下车去。集结在大会堂里的军人奉命去夺回这些客车，不过他们一出门就被群众阻拦。与情绪高昂的群众彼此间发生了冲撞。受伤的人赶到广场去向其他人控诉。即系六三嗰晚咧，阿唐英升就去咗新华社，好多人啊，点解唔嚟？咁我就好攰。咁我记得，即系我唔会嚟嘅，咁佢仲闹我。其实点解我唔嚟咧？有两个嘢，一个就好攰，第二个即系可能系真系拒绝相信。我个脑真系白空白一片，即系。冇諗嘢，我甚至連撳嚟睇都冇睇，所以個成個係即係所以話似電影就係咁，即係個世界好似係冇聲冇影，好慢。我安慰自己，即係話其實聽日仲有更加重要嘅做，我就瞓覺。其實嗰晚我都好快瞓著咗。其實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個本能嘅就係、是、如果悲傷或者情緒大波動嘅時候，我又好攰，即係成個人係會meltdown。咁我嗰晚就瞓咗。我無需要六四去話俾我聽，即係一黨專政係乜嘢。其實我政治觀念一早已經即係知道一黨專政係咩一回事。但係一黨專政之下嘅屠殺，公開嘅屠殺，令我覺得我唔可以。唔理呢件事，忘記呢件事，我變咗一個責任啦。啊！在離廣場還相當遠的長安街上，軍隊在每個路口都遇到了前來阻攔的民眾。但這一次，軍隊卻不再退讓了。軍隊開槍之後，許多人還以為是橡皮子彈，即使有人中彈倒地。人群也并不立即疏散，顶多是暂时跑开，一会儿又返回来对着军队怒骂。枪声非但没有把人群吓跑。